好了，不要拍手了，现在不要拍手。为什么？不要了，等一下还需要再告诉我，知道吗？他是想睡觉了是吗？你想睡觉了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再摸。阿爸，这样你看，唰唰唰唰。好了吗？妹妹，你看莎莎。爸爸，爸爸。你看看，你看妹妹的脚趾头，你倒沙在她脚上，你看她脚趾头。你看脚趾头一直在动。好像生物哦。搓搓。手搓干净。接着嘛，不会吃到三。好，拍手，棒啊！我去打你。OK， 你需要杀手就在里面就好了。哎，手都摸奶嘴，要扶他奶嘴吧。他手干净了、啊，没有杀啦，没有干净，需要的时候就在里面。你刚刚是要睡觉了吧？你在玩，你才要睡觉。里面的不要挖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桶不干净。你需要就告诉我，好姐姐。妹妹，你想睡觉吗？你在逗他呀？啊。请帮这个影片下个标题。